从前在阿尔卑斯有一个美丽的女士，名叫德拉冈·马格恩。她的美貌闻名遐迩，许多贵族是来向她求婚。马格恩，我的女儿，你有很多追求者，他们中谁是你最喜欢的？父亲，我爱上了那个女人，她是的卡勒光西。我的爱人，我未来的，来迎娶你为我的妻子。但她已经是我的妻了，她接受我的求婚。我没有接受你的求婚。我爱帮个女人，马格恩是我的。马格恩不是一张布饼，他有款软件，他想要加开心。帮个女人和帮多个为了马格恩的爱而争夺。在大多中，马格恩走到他们中间，这个是了。我的女儿，我的爱人，注意到，白兔哥用长矛指了他，两位两人系在对方的怀抱中。带我的女儿和帮阿鲁伦来说，这是一个悲惨的命运。但是，经过一段时间，一个完美的过程出现了。他们以马格恩的名字命名他为马恩。马恩将成为马格恩。The may we have tayo pangadoron, Jijan, the Aida Shangcheng.